这是一个60岁的男性，那他是 stage 五，那他有 B 肝，那 B 肝其实之前都没在追踪了哈，那2014年11月来门诊，那这次来的 data 离分78，平均9.1，其实也很不好，一缺乏那时候剩6而已，那病命那时候4.1还不错，他住屏东啊，那那时候就是左边身上跟右边也是都萎缩了，然后一个8.1、8.2。但是在扫的当中，我们那个技术员他就很机灵，他就说他有特别写说那个看到肝脏里面怪怪的，他叫我们要帮他额外排个肝脏超音波，然后就帮他再排个复查，结果就发现他有 liver cirrhosis， 然后还有一个4.2公分的 HCC。哦，那病人自己也吓一跳，因为他肝炎他都没有带理他，结果一来就已经肝硬化，然后还有肝癌，所以那时候就赶快跟他说，你这个就是要去评估啊，评估是可以开刀嘛，说那你赶快开刀。那时候其实我有劝他说，你开刀既然都要麻醉，你干脆向着做一做啦，因为我觉得说你用肝硬化、肾脏问那么不好了，这个感觉就是快洗了，先做起来放啊。好，那蛋白质这个就是那时候有挣扎一下，因为就是 CKD 要 low protein diet， 那 liver cirrhosis 的话，有时候会建议他可以多吃一点，如果他没有 hepatitis 的话，需要多吃一点，那一个多一个少，这个治疗就抵触啦。那就把它相加除以二，那就 normal protein 带好。哦，那时候是想说，那就 normal protein 带，就不要鼓励他特别吃太多啦，但是也不要再给他限了，就这样就好。好，那就是第一眼。那第二空酸氨基酸。哦，那时候他就后来就跑去成大开刀，但是他没有做项的啦，因为我劝他，他是就不想做，因为可能不想洗。好，他开完以后就半年后 data， 那时候creatine 9.3。那其实因为其实还规定9.3，你还不错啦。但是那时候就每次他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先去做项，后来那时候就过半年就听进去就去做项的。那读完项，那做完项的以后再半年，还好，因为71规定8.8，他并没有4.4，看起来都还不错，还蛮稳定。啊，这是他的 course，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8.8，那刚好前三年，哦，就2014年12月到2016年12月，前两年啊，前两年都还不错，然后到第三年开始，然后年终量都开始就开始越来越高了，哦，就一直上升点。那其实在这时候陆陆续都跟他说，你是要考虑洗肾，因为他有肝硬化，又肝硬化又肝癌，不敢说把它弄得太。就是洗肾的款就会放宽一点，就早点洗，这样至少我们不用再管肾脏问题，专心处理肝脏的问题就好。啊，他就不要，但他真的能撑呢，从2014年撑到2019年，撑了5年。啊，他是自己每次来都说他胃口很好，都没有问题。然后到这一个时候，他终于他自己也说哦，那要洗了，终于答应要洗。好，我们看阿兵命，阿兵都很不错，哦，就是说4.3。哦，还有到4.5，那最不好的时候就洗肾那两次就3.9，那可能那时候就真的他脑瓜都够尖啊，哦，就是真的是开始有点吃不好，然后他才硬要洗肾这样，哦，但是看起来至少说配合同酸氨基酸可以减，还撑多撑一段时间呐，啊，哦，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 hepatitis 或把血的情况，哦，当然不敢说这跟同酸氨基酸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说这至少是一个额外的帮助，哦，那我们给他。补充一些，让他不用再，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他含有nutrition的情况，哦，但是就是给他补充营养，又可以减少含氮废物，然后又有 BCA， 感觉是一个不错的药物，用在 CKD 加 liver cirrhosis 的情况之下，好，哦，就开始洗肾，好，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当一个病人他有 CKD， 然后再加上肝硬化的病人，哦，其实。Keto 3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最后，好，第一个就是说 CKD 的治疗的话，哦，当然就是说一定要给他 low protein diet， 哦，甚至 very low protein diet， 可能这时候就是到底 very low protein diet 没有叫有效，这个还有争议。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可以看每个情况来决定。如果这个病人他有慢性缺血风险比较高，可能我们就给他 low protein diet 就好。那如果这个病人他年轻力壮，哦，那又那个配合度什么都很好，那可能你可以考虑给他更严格一点。
或许会有额外帮助。哦，那刚才 Kevin 说，哦，EGFR18以前用，感觉会比较好，哦，所以尽早使用。哦，那年纪大，我们讲说年纪大病人，你要给他胰蛋白质，最怕就是他发生 malnutrition， 这时候你给他额外补充从上氨基酸是一件好事情。哦，那如果说他哪里乱吃药，那他又还没有到 stage 五，那你就可以考虑他拿别药来吃。那最后就是刚才讲的，哦，肝硬化的病人，你可以考虑透过同酸氨基酸减少他含氮废物的 loading， 好，哦，提供他额外的糖类型，那还有 BCA 的成分在里面，好，哦，所以就是一个很适合的治疗方式。好，那这是我今天演讲，那还有两张，那就是这个。容我额外那个广告一下，哦，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医院比赛，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多元策略降低血液透析病人动静脉瘘管阻塞发生率，不知道病人向着塞住都不能醒，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哦，所以我们有想一些方法，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找复健科医师帮我们设计一套体操，哦，那就是我们病人牺牲在外面观察区等战争的时候，就是强迫他们跟着我一起做体操这样子，那有两分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我们有把它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所以如果有病人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大昌医院肾脏科可以找到这个影片，可以叫病人去跟着做。国民健康操，两手菜哦。它一共有四个动作，好，它其实都蛮简单的。那这个的话，我们是放在我们整间外面那个电视，那他们在等的时候就放，然后让他们鼓励他们一起跟着做这样。CKD 真的不知道还有这一波，哦，那这个东西它的 clinic 差不多有最终几年，最长几年知道吗？我 keto stereo， 如果说有没有人做那个 EGFR18 以上它的 long term 吃多久，它现在可以最可以查到对吃多久它效果还应该这个部分，报告以上，因为之前都是 focus 在 stage，那现在就是说他们会才比较开始说想要往前推，欸，那所以像健保，哦，像健保之前也是都没有起步，是最近这几年才放宽 stage 5才开始开，所以也没起步，对，欸，如果 我印象中可能七八年，不会超过七八年，就是七八年前或是五六年前才开始可以用健保 stage 5才可以开，欸，那现在 stage 4我想要再放宽到那个可能有点难度，那如果像 paper 的话大部分也是说 stage 5才开始用，欸，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智慧市场应该会有不用 stage 4以上，因为这太多了，对，然后就可以，但是它蛮贵的，它如果说你一天吃 TI 一颗 TID 我记得要一两千块，那如果是两颗 TID 就要三四千块，所以我希望各位三四千，欸，也蛮贵的，那之前更不好推是之前 EPO 也还没有给付，所以我们如果要叫病人
自备一个，因为它的尼米亚定很严重，我们是先买叫他买 EPO 来打。那如果你买 EPO 一个月就四五千，再叫他买这个一个月就三四千，加起来就很多钱了。所以那现在是比较好一点，因为 EPO 有几副，所以可以把那些钱有些拿来购买。不过如果智慧市场大的话，量多会不会说降价哦？有可能。因为你说要 Stage 5那样的量很少，一定要健保金。其实可以发挥智慧市场，那也不错。不是，你讲你这是哪个？现在李主任很清楚的演讲。我先问你个小问题吧，你那个健康操如果他血管很难打的话，这些买他抽嘛？买一袋卡尔组欢喜西方啊？不是，我说平常我们有些老人家他的血管不好，他有嘛？李主任这安尼嘛是。会跟着有他的血流量理论上嘛，是。那刚才讲到说，因为 stage 五你觉得不合理嘛，要 stage 4嘛， stage 4要智慧嘛，那智慧到底一颗多少钱？可乐，20块，所以20块一天6颗，120，30天3600，也不贵嘛。在台湾的话，你敢讲我们西药剂几个月开4000吗？这个病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你要有台湾的数据嘛？你可能找黄尚志隔一嘛，吼，陈建新长庚啊，大家求求的，做者 stage 4的啊，有本土的资料，那真的有效，你那个有效，我们才有可能 push 病人嘛。啊，不过没什么 data， 你头多些 data， 因为 case 也不多嘛。都200多个，我们大概要 push 病人会比较困难一点的。那当然，如果病人经济好的话，其实也可以试了。啊，所以可能当跟厂商讲，哎，大家的情况外哈，理论上来讲的话，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做双满哦。你不要都是对照组嘛，啊，是恁遐较侪对照组，因为诊所只能有明星的个案嘛。但是理论上这个是合理的，实际上要有大的数据，我们才有可能去认真推嘛。啊，所以这可能好像是这里属定嘛，你敢讲嘛？哦，谢谢。谢谢李市长。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因为他贵里对 TKD 真的是束手无策了，哎，那这个可以自己做，你也配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要？问好 ，Keto Stevia 哈，它吃进去，它的吸收、消化、代谢的途径是怎么样？能跟我讲一下？吸收、代谢、消化，应该这个我没有特别研究，不过我自己先讲我自己猜的啦，应该就是它是一个胶囊锭，其实它蛮硬的，它很硬，然后所以我临床上开有些比较困难，就是它很大颗，它其实不小颗，然后如果一天开到6颗，其实很多阿公阿妈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说吃下去不太舒服，所以有时候我都是开1颗 TID 而已，一开到2颗 TID 他就不舒服，他就不想吃了。因为如果以后要合并一些什么说像其实在快洗肾还没洗的时候，很多他有三高嘛，又要高血压，又要糖尿病，又要高血脂，然后如果有时候铁剂，然后又叶酸又 B 群又钙片，怎么大概再加上 Keto3 的，他真的吃不下去。那他吃进去以后，我认为呢，他就是他，你可能把他想成说他是一般的，就是amino acid这样子，他就是吸收以后从肠胃道吸收，然后变成一个酮酸氨基酸在体内，然后跟那些蛋白质转氨以后变成氨基酸，然后发挥它的效果，应该是这样子。对。嗯，这样，你刚刚有一个那个 case 就是用 normal protein 蛋。啊，他是吃吃到这个，但是他最后还是高下，但是他只有一个 case， 所以可以，因为这个好像很多 paper 可以做嘛。你就是 no protein diet， no protein diet，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病人当然不喜欢吃剩的，能够每个月花个几千块钱啊，解决他问题，或许这病人也是不少。临床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给他，因为其实 low protein 它，应该 keto 3它要有效，它的前提应该是建立在它有确实执行低蛋白饮食，
因为毕竟像刚才讲那个，你看那个它的氮成分哦，像刚才讲那个，它还是有三十几微克一颗，所以你如果它的蛋白质已经够了，你再给它额外补这个，其实应该是没效，搞不好还会有害，因为你还是它里面还是有氮的成分在嘛。我当然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呐，但是这个就是临床上一直很困扰我们肾脏科医师的问题。我今天我要开这个药给你，我要先确定你有低蛋白质，我开下去才会觉得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大鱼大肉猛吃，我还开这给你，搞不好我可以改海。对呀、啊，有时候他就说啊，有我都有那个啊，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有时候病人都会说嘛，对啊，除非他明明看起来就真的都低低的嘛，哦，都3.5、3.8，那我们开下去，你当然就是。你讲袂惊，讲甲开点，但是我四点多那个爆好的那一种，就开起来就有点毛毛。虽然伊讲用执行低蛋白食，你马上就怀疑，哎呀，对，是这个有那个问题在这边。哎呀，这个就是城乡差距了哈。在台北市、高雄市，他们很多糖尿病的大户都有营养师嘛，爱就做肝胆嘛。那我们肝山的话，大部分的诊所国产饮用书了。你敢讲什么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克的蛋白质，伊拢听无啦。何况你那个0.3、0.6，真的是听不懂。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大家听的都会觉得说，台湾人最怕洗肾，然后台湾人肾脏不好的机会又多嘛，所以你 stage 四，其实 stage 三十类似，我们的 case 都不少嘛。那今天给六来哈，肝山医疗情况比我较俗的无吼，台湾台的吼，来做这的代志吼，无一定吼，按个比例弄起来吼，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这个药有没有效？这个真的可以考虑看看，肝山医疗群来做做看。没问题啊。啊，佮开一个多普林带，你可不要讲。多普林还不要你可以传给我。我们有做那个海报是一周七天，一天是三餐加两点，早餐、午餐、晚餐加两餐点心的一个食谱的一个建议这样。对，到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更新出来，到时候可以提供给大家，让病人上去做参考。对，一周七天。对对对，印一个小卡片哦，让病人带回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请教？哎，我是在燕巢啊，所以那边其实有一些病人是从义大啊，他有一些病要求我开车，我看一看，因为一颗我有啥是健保价只有3啊。他说两颗就大概100块就挂了，就是他会健保，就是像我现在月底还没到，那健保要寄公文给我说你的药费太高了，啊，所以其实基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会扣这个啦，他说别的是扣别的这样子，啊，所以基层来讲大概每一个诊所是没办法开啦，啊，你说愿意开大概你每个月都要写报告，啊，我想问的是说如果说你现在两颗一个6颗大概100块嘛。哎，阿娘，一天两粒吗？呢，还是一粒？效果有没有说差不多？还是说就从饮食去调？这样子可能，如果一天一颗还可勉强可以开这样子，大概这样子。哎，谢谢。如果是以单纯以学理来看，就是说，其实你执行低蛋白食，你给他这个酮酸锭，只要是有，就是可以让他离慢性扭曲线更远一点。你开一颗，他就远一步。啊，你开两颗就远两步这样，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像6颗是台湾规定，其实外国他们那个 paper 他们建议其实要吃到是要10到12颗，都更多啊，欸，对，那我们台湾就是健保规定6颗而已，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如果因为我这个没有，我们在可能是医院就比较不会被删这个东西啊，因为其他科有的都比我们贵，所以我们也还好。啊，不过就是说，如果诊所不能开到6颗的话，至少我是觉得说，可以，如果在合理范围，可以给他1颗、2颗 ，OK 啊，就是有开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对，等等。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健保署都是用资讯在管理，你的药费还是你申请的费用嘛，哦，今年比去年多很多，他就会盯上你了，哦，啊，但是我不像高文耀遐高义啦。那个 stage 五价无啥好啊，啊不过用健保，我拢叫伊医大规则好啊，我拢感觉来，我来咱第四期 stage 五好嘛，伊会感谢我嘛，啊我个智慧我会当赚寡钱嘛，迄我会亏啊，啊 stage 五你著叫医大好啊，你可亏个大咧，啊无你个代志啊 ，stage 五也无好啊啦。所以这个议题是大家都很有心机的，对，喝到整一个是心里明白。啊，
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谢谢主持人了，谢谢各位。